他，我怎么觉得他会撞上去？天黑请闭眼，预言家请现身。看来这位预言家成功刀掉三宝。日前有一位驾驶行经雪隧时，发现同车道的前车已亮起刹车灯减速，在打双黄灯示警，于是驾驶便放慢速度。后来驾驶看见一辆行驶在隔壁车道的白色轿车并未减速，他就向副驾驶说：“我怎么觉得他会撞上去？”结果下秒白色轿车果真撞上去。驾驶把影片投稿到 YT 频道 Watch Out 地图型行车影像分享平台，引起许多网友热议。我们走，我们走，我们关门事，我们走。我就觉得他会撞上去。